欢迎弟兄姐妹收听每日快祷，每日快祷，每日感恩，让我们把握时间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持续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这里提到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段文字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是，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用感谢的心来祈求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以感谢的心来祈求，为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气息来感谢神，为我们已经所有的一切恩典向主献上感恩。让我们一起献上感恩的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祷告，就是单单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或许我们已经忘了要常常向你献上感谢，就如同今天我们能够听到每日快祷，就是极大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你，谢谢主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成就的一切美事，让我们懂得珍惜，懂得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已经赐下一切丰盛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声献上感恩的祷告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嘴唇的果子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弟兄姐妹今天充满感恩，常常数算神的恩典。每日快祷，我们明天见。